今日下午的總決賽的都是兄弟兵冠軍之爭今天是傑志 A 隊和傑志 B 隊的比賽掌聲先今天就是除了我其他的同年齡的對手殺到今天這個決賽的究竟平時都會經常見面一起練球的這兩隊球隊這班朋友究竟哪隊高一點呢即將有分了介紹一下先傑志 A 隊也是穿著 橙色衫嘅咧，俾先掌聲有一號嘅首目員郭崇德，二號黃日，三號黃俊，四號黃顯生，五號唐曉峰，六號黃國章，七號梁俊宏同埋八號嘅董兆克。至於傑志 B 隊咧就係著住藍色衫嘅，佢哋嘅球員就如下啦，有一號嘅球員鍾朗天，二號吳卓堅，三號董信賢。